水壶。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这里又晒又热，真不是个好地方。为什么我们要到沙漠旅行啊？因为只有到沙漠，我这个漂亮的水壶才可以派上用场嘛。来来来，大家喝点水吧。不用了，我们早有准备。原来你们也有带水壶啊！村长，你的水壶很土。村长，你的水壶落伍了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水壶，是我年轻的时候对绵绵山做出巨大贡献，山上的精灵送给我的。真的吗？这个当然了，只要我打开这个开关，它能装下整个沙漠，所以我这个葫芦是不会过时的。那么村长，你装下这个沙漠看看吧，怎么样？这。沙漠要被装进水壶里了，我们快逃啊！差点穿帮了，幸好真的有大风啊。是谁在这里乱扔垃圾呀？这些东西都是新的，应该不算是垃圾呀。那谁会在这里丢一些新的家具啊？好吃。我们上山是来找村长说的水壶，可不是来找吃的。我吃饱了才有力气找嘛。那你现在吃饱了，你对绵绵山遍布这些食物还有这些家具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说会不会是精灵为了考验我们，故意把他自己的家具都放出来让我们清理干净呢？有道理，那我们赶快把这些杂物都收拾好吧。那我负责这边。我负责这边。那我负责吃吧。死性不改。你这个笨蛋，竟然把野餐用的食物和工具都弄丢了。
等一下，老婆，里面还有东西。都怪这个破玩意儿，把我们的食物都弄丢了。这是居家旅行野餐必备的好东西，只要轻轻按动这个按钮，葫芦就会把眼前的所有东西吸进去的。那我们的食物呢？只要按动另外一个按钮，葫芦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重新吐出来。估计这个按钮是在上山途中不小心碰到了。这还不够危险啊，万一碰到另一个按钮我们怎么办呢？老婆，这个按钮经过我的精心设计，如果是一般的触碰，是绝对按不下去的。小葫芦，不要！这个葫芦和村长的水壶一模一样。哈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精灵给我们的水壶吗？这个东西真能装下一个沙漠吗？传说中的葫芦啊！我们该如何出去呀？老婆，我们丢掉的家具都回来了。别理这些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了。什么？你有出去的办法了？既然食物都回来了，我们就继续我们的野餐吧。野餐，野餐！村长，让我们来帮你吧。这些用具很重的，还是我来吧。不要紧，我们有它。这不是我的水壶吗？这是绵绵山上的精灵送给我们的宝物。绵绵山的精灵怎么可能送你们水壶呢？再说绵绵山那里哪有精灵啊？村长，你的水壶不是从精灵那里拿来的吗？我是说，你们怎么可能得到传说中的水壶呢？小孩子不可以说谎的。试一下就知道了。真是精灵送给我们的礼物呀。这真是精灵送的礼物吗？可以借给我吗？可以，但是村长，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？我就是看一看跟我的有什么不同嘛。总觉得村长有些不对劲儿啊。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难道世界上真的有精灵送的水壶？有谁能救我出去？谁在说话呀？是我叫你呀。你为什么会说话？难道你是葫芦里的精灵？什么？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葫芦里面的精灵，快点放我出去。原来真的有精灵啊，那要怎样才能把你放出来呀？开关就在这里。
为什么是灰太狼呢？精灵呢？都一把年纪了，还相信世界上有精灵？这个葫芦不是精灵的礼物吗？看清楚了没有？这是我灰太狼大王的伟大发明。老公，你真棒！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在羊村里被放出来的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我们先把慢羊羊装进葫芦里，外面还有很多羊等着我们去抓呢。我才不要呢！要是你的破葫芦又失灵，把肥羊都放出来怎么办？老婆说的也是。小肥羊，我们来了。羊羊，灰太狼进了羊村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和灰太狼拼了！他手里还拿着精灵的水壶呢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还不想当涮羊肉呢。不要紧，村长不是还有一个同样的水壶吗？一二三四五，抓羊不辛苦。老公，怎么不见喜羊羊他们呢？哎呦，我们在这里。亲爱的喜羊羊，乖乖的跟我回家吧。你快把其他的羊都放了，要不然我可要把你吸进水壶里去了。不就是葫芦吗？我也有。我的葫芦呢？灰太狼，你失败了。糟糕。喜羊羊，先进我的法宝里坐坐吧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对不起，我欺骗了大家。其实传说中的水壶根本不存在。村长，是我们说对不起才对。我们不应该嘲笑村长的水壶，还差点连累村长被抓。好，没事就好，我们回羊村吧。都怪你做了这个破玩意儿。哎呀，老婆对不起。哎呀，好疼啊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